住手！ 本君来自西影山。西影山，戴面具，莫非是万无仙翁的首徒，仙君自是最好的无相仙君，洛珂？不可能！仙君高高在上，平时连一个仙娥都懒得派下，怎么可能无相仙君亲临呢？你不信？若是无相仙君，还请展示仙威。他。 是我西影山要保的人。第一次听说西影山是宝妖。西影山为何要保一个小妖？西影山做事，何时需要向尔等解释？还有柳梢，也是本君看中的，谁都不许为难。 小爷，我为了救你，把我压箱底的法宝都拿出来了，怎么感谢我？平白无故的，你怎会有无相仙君的行头？你说这个？啊，这些都是小爷我以前行骗的。不，行侠仗义的时候用的。哎呀，这些都不重要。反正呢，你就是欠我一个人情。是，近水足欠陆离和柳梢一个大人情，日后必定会相报。哎呀，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客气。柳梢的人情我暂时还不了，但或许我可以帮你一点小忙。 你是不是中了某种咒术？玄武杨侯令，所有弟子速即抱月台。这是假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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